丽花，你别看了，你爹心结未解，不会来送我的。看到我，其他人呢，就更不用说了，知道吗？啊！这个事情吧，我总感觉到危机四伏，吉凶难测，而且我总感觉你们这，所以你们要处处小心，以防万一，别去送死。笑什么？是不是笑我说的不对啊？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，程伯伯说的对，我们不对。哼，算你还会说话。行了，天色已晚，你们几个去好好准备准备，赶快上路吧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，丁山。好好照顾梨花啊，好，也好好照顾金定啊，啊，好了好了，程伯伯，再说天都要黑了。好好好，杨帆，自己照顾好自己啊，当心别给狼吃了。知道了，鲁国公。哦，鲁国公在最后告诉你们六个字：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好了，那我们出发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小心呐！二弟，二弟，二弟啊！哦，二弟还有这个雅兴啊！哎呀，可难得你千辛万苦才安然回来，就该出去好好玩玩，享受一下人生啊！干嘛一个人待在家里嘛？待在这很好啊，写写书法，想想问题，那也不错啊。好像大哥知道我被人抓了，却一直没来救我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二弟，其实你真的多心了。大哥其实无时不刻都在想把你救出来，只是大哥势单力薄，而且孤掌难鸣，况且又怕被爹知道我们抢劫军粮的事，所以才没来得及出手相救嘛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看来是我错怪大哥了。哎，其实二弟啊，说来说去，要怪应该怪爹才是。要不是爹每天只顾思念娘亲，不理正事，又何必我们俩兄弟为他操心嘛？我是怕被人乘虚而入，所以才铤而走险的。对，正所谓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没错，现在又突然多了个野女。对咱们兄弟俩不利啊，二弟有没有什么好想法？哎，三个和尚蒸水喝，一分衣食一分人，多只香炉多只鬼，还能有什么好事吗？哎，现在一提到那个野女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二弟，一定要找个机会拔掉这个眼中钉。最好是他这次找混天棋盘一去不返，否则要咱们出手，给爹识破了，对咱们将来的计划也会有所阻碍了。没错的，二弟，真有你的啊！我的二弟呀、啊，老樊，都日上四竿了，还不出来啊？啊，又不盯在地上看你夫人的画像啊？老樊，天天盯在地上，难道夫人就能回来吗？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拿得起放得下，你现在这样算什么？像个男人吗？还把自己自称为什么官主什么大王，我看你就是个老糊涂老顽固。老顽固，滚出来！够了没有啊，你别再吵了好吗？我不出来就是不出来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啊，我不是男子汉就不是男子汉了，又怎么样了？我这大王我也不做了，你要做自己去做吧，你在外头吵什么？快滚，不要再吵我烦我了。你叫我滚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话吗？啊，老潘呐、啊、像当初你也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呀，在战场上你是个有勇有谋杀敌无数的人，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就是你呀。可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？还是个男人吗？简直就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你简直就不是人呐。我是不是人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要顶天立地，你自个儿去顶啊！我为什么一定要顶天立地呢？你快滚呐！你像个娘们儿，你还算是个男子汉吗？快滚呐！嗯，你骂我像娘们儿？嘿，
我还说娘们儿都比你强，你知道吗？想想现在这个被你抛弃的女儿，为了达成你的夙愿，她甘愿出生入死，深入虎穴。你知道这次雪危险有多大？她也许连命都回不来了。可是你真心的关心过她吗？啊？难道最后一面你都不愿意见她吗？你这么关心她，你确定她做你干女儿啊？你看看你，你年纪也不轻了，你也快死了，快点找个干女儿，好让人帮你送终带孝啊！嘿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个干女儿我认定了，而且我走的时候她一定会给我送终。哎，有这么一个好女儿啊，做爹的多开心呐！哼，哪像你呀，沉迷于过去，啊，追忆已故之人，根本就不会考虑，也不会关心活着的人。你简直就是老顽固、老不死、老不自量力！你简直就是老不自量力，不懂得自爱，不懂得自尊，你不配做人的爹！你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这些爹你都做不成啊！你这，我都骂累了。嗯，你真厉害。嗯，啊，你不累吗？难道你不口干吗？口干我也要骂。那先喝两杯，喝完了再骂。你，好，喝完了再骂。哎，你又钉地上去了啊！今晚会刮大风沙，不能赶路。还好我们找到这家小店，虽然简陋一点，但还是可以住人啊。其实休息一天也好，那个青面尊者也说了，能否找到棋盘也要看缘分，急也急不来，一切随缘吧。丁山哥哥说的是，如果我们有缘，就算迟些到大梦树林还是会找到棋盘，若是无缘匆匆赶去，结果也是徒然。没有，来吃吧。哎呀，哎呦，我骑了一天马，怎么这么累啊？啊，梨花呢？他怎么还没出来啊？他早出来了，他说没有心情吃东西，想出去走走。哦，那我去看看他。还是你去吧。你去好了。你去好一点。你是女孩子，比较好说话。你去吧。女人不开心的时候，需要有男人安慰的。我不大会说话。哎，不要推来推去了，我去吧。是不是上辈子真的是妖怪投胎？不然的话，爹为什么说我是怪胎，说我是妖孽？我一出生就把娘给害死了。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好。娘，是我把你害死的。
想哭就哭吧，只要哭出来会舒服很多的。我不会哭，就算我真的上辈子是妖孽转世，我也不会哭。就算我真的像我爹说的那样，我是个妖胎，我也不会哭，因为我知道我根本没有错。喂，喂，哎，我不会哭。说的没错吧？怎么样，哭出来舒服多了吧？你这个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都不会安慰一下我。我没有同情心？刚刚是谁把肩膀借给你哭的？你说。总之你记得啊，不管是天意也好，意外也好，这都不是你的错，不要伤心了。所以内疚的不应该是你，是他才对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？除了我对混天棋盘特别好奇之外呢，你也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儿，最坚强的女孩子。哎，你见过很多女人呐，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是最坚强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见过女人吗？我见过很多呢。有些东西呢，不要问那么多啊，不要问，只要信，知道吗？许金山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回去吃饭了。哎，我知道你喜欢我。哎呀，这怎么才好呢？喂，你喜不喜欢我？哎呦，你想吓死人呢？你不用那么害怕吧？你想想看，有人站在你后面，你会不会怕？哦。我不会害怕。你现在背后没有人，当然不会怕了。就算后面有人，我也不会害怕。你随便你怎么说了。哎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是怎么会成为青面尊者的徒弟的？哦，他要收我当徒弟，我觉得他武功又很强，法术也很厉害，我就当他徒弟喽。那你跟了你师父有多久啊？干嘛这么问？没有，我是觉得既然你师父说那个混天棋盘是个神物，那按理说他应该来的吧。我，哎呀，我这个师父啊，淡泊名利，我跟了他好几年，我对他很清楚的。好好